谢各位，谢谢。很适合，很适合。大家都应该带那个好朋友的，对，一定要，一定要有。期待哦。因为我在英国有看，所以我好期待哦。哦，要看过。我在英国看过两次。啊，真的、哦？对，我在 London 看过两次，哦、所以大家一定要来看哦，超棒的。一次要来看，不好意思，走过头了，走过头了，要花园。前男友的那个有团队有训练情啊，今年他好像也会到场啊，会不会给他一些当面先祝福？哪一个？上一位哦。祝福，祝福是绝对不会少的啦。就过这么久了，只是大家现在都各自过得蛮幸福，大家有好的好的对象，绝对祝福。嗯，没碰到就算了。脸还好吗？我半边脸现在是祥全，半边脸是于天。我现在就是歌剧魅影模式，我现在超痛了，我现在讲话也超痛了。你是走哪边啊？你看不出来吗？我现在看不出来。哦，那我很成功，我这边是肿的，对，这一块。希望一个礼拜内会好了。精心打扮哎，对对。哦，这个真的是精心打扮哎，因为我想说要来看《Phantom of the Opera》，要很认真的，就是。因为这个是全世界只有在台湾有演，所以我觉得演员一定很谨慎，所以我们身为观众要很谨慎的出席，坐在台下也要很认真看。Think of me, think of me, my。宪哥受伤有关系吗？有，第一时间就传讯息给他，然后他其实都是，就是他讯息也讲得很轻松，可是轻松中又带一点恐怖，就说没有，有昏倒了一下，然后。牙齿就掉了两个，然后什么，但是 OK 啦，吉人自有天相，就他还是很轻松的感觉，可是明明看起来就很严重，所以就是有希望他可以赶快早日康复。是送的哦，没有，他那个花是重复使用。那个玫瑰花刚很多人，真的假的？想说你怎么会摇？我待会去刷牙。